Hello， 我是 Jeffy， 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做个可以屋企做到的一些运动啦。我就揀了我们 Footy Free 入面 1.0 的其中一个动作，叫做 Standard Lunge。 Standard Lunge 在我们的 Footy Card 里面就是蓝色的。蓝色是代表什么呢？蓝色就代表主要针对消耗碳水化合物的一个动作来的。OK， 现在就开始跟大家示范啦。咁我哋做 lunge， 咁我哋就分左右兩邊腳輪流做嘅。咁我哋如果喺前腳咧，要留意咧，就係個膝頭哥唔會收埋咗喺裏邊嘅。OK， 要同翻只腳掌係同一個方向啦。咁我哋如果想我哋上身個平衡好啲嘅時候，我哋點樣做呢？就將兩隻腳嘅距離可以擘闊少少，大概係兩個拳頭位咧。咁咧，我哋嘅平衡就會好啲噶。OK， 咁喺側面睇咯喎。咁側面睇嘅時候咧，我哋個前腳嘅膝頭哥唔會超過我哋個腳尖嘅，收翻埋喺裏邊。如果唔係咧，我哋個腳尖就好大機會受壓，就會受傷噶啦。OK， 同埋唔好收埋喺裏邊，拿翻開佢。咁我哋後腳要留意嘅就係大概啦，我哋嘅大髀係垂直指落地下，咁係最理想嘅動作啦。好啦，咁我哋準備嘅時候係點啊？將只後腳膝頭哥微微升高，系啦，跟住吸啖气，呼气上嚟，两只脚都要直嘅时候，咁样为之标准啦。跟住上身挺直，眼望前方，开始到完嘅时候，我哋上身都系保持挺直嘅。OK， 好啦，第二下落去吸气，呼气上嚟，三、四，吸气，呼，五，呼，系啦，落去，七。八、九、十，跟住转脚，转脚又系留意翻啦。膝头哥唔好超过脚尖，唔好收埋喺里边，后脚垂直指落地下。好，准备吸啖气，准备开始，一呼气落翻去，二、三，记住上身保持挺直啊。四，眼望前方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九、十，好放松。咁啊，我哋会咧就做三组啦。咁每一组咧就中间休息15秒。咁之后就 total 做够3组佢之后咧，就最理想啦。好，咁我今日做住咁多先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